到底呢，凯哥？好久没有看到了，一出打一看都夹到上面去了，转转转转转，好，这个转转转转转，这个速度过了耐力，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同学的脚已经插到一出打的上面去了，转过去，转过去，打野，转过去，加入全部力量，加上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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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了两倍出哎，不能踢，不能踢，脚不能踢，篮球队的脚不能踢哦。脚，双方脚都到头，现在拼手力了呢。我觉得脚太有力了。他的脚到头，他的脚到头。哇！啊，这么了解。双方都会勾到脸的，对对对。但是就接下来大家缠在那边拼体力嘛。脖子太厉害了。这个他实在是太有力量了。对。这个脖子全部被缠的。对。他整个插到脖子两侧，最后他的脚把于志尧的手拨开，哎，但是我觉得于志尧太客气，上去就要直接了，他已经占优势了嘛，结果呢就被对方脚缠住，他靠他的双手，他的脚铐卡住我的上半，你他的脚铐卡住我上半身，我手也上不去啊，他有技巧，他有技巧，他有防的技巧，他有味道吗？有吗？就大概是那种一夜干的感觉，你现在怎么有点快哭的感觉？没有，就是说因为。其实输没关系，但是就算会输，不要让对手赢得太轻松。哦，运动家，对，让肌肉都可以给大家看，要练一下。冠军的，冠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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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哇！夹到易阳了，耗子又夹上去，耗子夹上去，哇！易阳果然厉害了，想要挣脱哦。许德伟，你要让他挣脱吗？许德伟现在夹着他的肚子，不让他抢，但是易阳想尽办法要爬上去。民族风的裤子，这一场比赛很重要吗？他也不一定输哎，哎，这位打保全的，哎呦，许德伟，现在他想要办法要挣脱。输了就讲输了，不用掉下来，危险。对对对对，好，易阳还在跟，易阳他现在左脚顶着德伟的，转转转，可以了可以了，肚子转转转转转，他的脚，哇，这个手臂太有力量了，不让他上，许德伟不让他上，磨他的耐力，太浪漫了，不要，太浪漫了，给他伸给他伸给他伸，哎，手不要手不要，太浪漫了，许德伟在享受，许德伟在磨他的耐力，易阳好不好？易阳，他说不可能，小波冲刺一下，易阳要怎么挣脱许德伟？耗子，耗尽了许德伟的力量，耗子，他有两个好能力哦，许德伟晃他，手放开，晃他，哇，他有在拨他的脚，厉害，耗子还好吗？还好吗？真的完全取决上的时候，速度慢了就不行了。准备，红哥比赛，许德伟插进去了，许德伟领先了，许德伟领先了，等他了，李华，哇，又夹到许德伟，又夹到，许德伟又夹到，精彩，都能演，太会演了，我是不行了，我累了。一度都脚都下来了，对，赶快再夹起来，太好看了，太好看了，太好看了，来，冠军赛太好看了，两个都厉害，还有缠来缠去的，哇，许德伟真的太猛了。许德伟真的是蛮强的，真厉害的。来4000块，许德伟应该得到的，1000块慰问奖金啊，好，都很棒，很精彩啊。